喂，我回来了，现在外面看不到时间，那我们来点歌，生个火吧，顺便练习生火技术，这很重要。来，火车包厢有倒下的大树可以走进车厢内，请问你哪只眼睛看到有火车车厢？好，我们来干嘛？看一下哦。水还够吗？好，我们来融点水，有点融点水好了。我们来试试看好了。可以的话，我想继续看看那个生活的书。我们来看一个小时，来。哎，可以耶，酷哦。OK，我们的生活已经。40% 机会生活，好烂哦！还剩一小时，好，我们睡一下好了。直播不要太晚，OK OK，没问题。我白上了，白上了什么？我在说什么？白天了，白天了。我刚把晚上跟白天这两个字合起来，白上了，白上。我看一下现在的疲劳值，我们来。喝喝看那个咖啡，冷的咖啡，看有没有提升。诶，有一点点诶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外面的。我们现在要去这里，好，同条路，我们走同条路回去好了。刚刚没有看到实体，到底是怎样？走。风是秒需要风干。你们如果我看到尸体的话，跟我讲一下，因为我现在没有看到任何的。哎，是上面这里。哦，上去，太陡了。哎，好冷哦。天呐，寒冷太快了吧！哎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！不，我现在要去新的地方，可是我会不会冷死啊？火变小，不是火变小，风变小，风变小，拜托，等下跑一下，跑一下。戴夫的宁静空底，这什么？背包？空的。好，这边有点防风。OK。哦，原来这个地方长这样啊。好，我在这边生个火好了。好冷哦。拜托，让我成功吧，用放大镜好了。哇！我开始冷到要扣血了。有乌鸦？有吗？我刚没看到。Yes，有看书果然是对的。Fire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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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点火。好，很爽，爽。等一下，我们小木子好多哦，加多一点。然后我们来煮咖啡，喝一下。破音，不要那么注意我的破音嘛。哎，我刚刚要看什么？哦，对，乌鸦，我看一下。哎，乌鸦会写在地图上吗？我看一下哦，没有。好，我们来取暖一下。冷到崩溃了。哇，这样我发现的地点已经13个地方了。与狼近距离接触，这个还有次数哦。快提升！哎，我是不是在旁边睡个觉？好，在旁边睡个觉好了。加一点点，加到1小时。OK，好，睡个觉，睡个1小时，小歇一下，小歇一下。
好，拿起来，拿起来，拿起来。OK，我们现在体力很 OK，把这个取走点燃的，好可爱哦！走吧，出发。等一下，我们现在去哪啊？我刚好像只有探索这一半边而已。好，上去找。反正我还要等那个钢化的那个什么风，那叫什么？突然忘记了。风树哦，风什么东西？要做工的那个材料。你们看不到地图？哎，对，等等，我把这个东西给……算了，没关系。那个你们看不到，我待会要再开的时候，我再开那个，我再调整一下时空软体。这样很麻烦欸，每次我要开地图都要再调整一次。没关系，我用口述的。只有我在玩吗？什么意思？听不懂。刚刚。这个缆绳啊，可以用 Shift 跑吗？我们试试看。把那个树枝给，不行，速度一样。这种游戏啊，都不适合多人，因为中间有休息时间。就是像我睡觉的时候啊，它是一定是加速嘛，那其他玩家怎么办？所以这种游戏不太可能做多人。哦，在这树林之中间可以防风。我现在去找找看有没有另外一个木头，我要做那个箭杆的材料。哦，这下去又上不来了吧？呀，这坡有点陡，慢慢下去，慢慢下去，不然会跌伤。我现在抗冷的能力真的很弱哎。等一下，这里怎么那么复杂啊？感觉有迷路的风险哦。这下去是哪里呀？等等，这下去是铁路哦。我走到这里了，对不对？下去就铁路嘞。哦，因为这里都可以翻过去的。我以为不行欸，我以为它中间就是死路。真的欸，这样，我在，状态有点差。小心狼，好，小心狼，OK。我现在担心的不是狼，我现在担心的是我太冷了，没有看到任何我要的材料，真糟糕。对，我不会从那边走下去，我不会从那边走下去。我冷到都热了，等一下我开始扣起了。好吧，这里没有我要的材料，我们去那个洞穴里面避寒一下，然后生个火。稍微小跑步好了。加沙漠下去。白天剩9个小时，OK，没问题。那我们现在
在那边睡个觉好了。不知道那个刚那个风化的那个钢化那个好了没、欸？军用野战口粮，哇，这补好多、哦。三个小时，好，睡三个小时。我是玩普通难度，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哎、欸。怎么办？我要继续加火还是要回去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地图。我等一下我开地图给你们看。OK， 我现在在这个位置，要回去好像有点困难呢、欸。可是我刚刚看那个时间，好像剩差不多三个小时，两三个小时的白天。可是我这样出去，风那么大，我要下那个缆绳那边是不是很困难啊？大家觉得我要东边的那个山洞里面很多枪跟子弹，东边是哪里？这个吗？这个我刚去过了。哦，这里吗？等一下，我现在要留在这边还是要回去？大家觉得留在这边吗？还是回去？可留在这边就要留一整个晚上了。虽然我的燃料是，不太够，不过这里面防风还好。大家觉得嘞？大家觉得？给我点意见。回去，好，回去。那我煮个咖啡。让我的喝一下。躲回去。到底要回去还是躲？回去，好。我靠！这风不是开玩笑哎、欸。哇，好恐怖啊、哦！等一下，怎么办？下一步。我走路都会被风吹哎！有在跑，在跑。可以，我可以到房子，应该可以到。我爬这个好恐怖、喔，这绳子有没有在晃啊？先看一下。好，没有在晃，可以。等，我先上去，我等体力恢复一点再爬，因为我现在体力是一半的。取走登山绳，啊？等一下，不要取走，我要爬干嘛？这样，我体力恢复了吗 ？OK， 恢复了，下去。我恐怖啊！好，我记得这体力爬中途，如果体力没有的话，会直接跌落下。我看一下哦，我到那个好了。我先不要回去，我先到旁边的房子，那个躲就好。因为我家太远了。太恐怖了，这风大到我看不到。哦，有，看得到。跑，快！到，进去。好恐怖！好安全哦！我现在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，大家有吗？好，吃点东西，虽然不太饿，试一下。大家要门窗要关好哦！你现在看到这个场景，应该台风来了，就差不多这样，只是不是飘雪，是飘雨。好，我们睡觉吧。等一下，这一间没有什么东西耶，看
好吧，我们来拆木头好了。我们现在身上的可以染的只剩两个，还有这个。哎，其实算蛮多的。我们来修补衣服好了，趁白天的时候。其实外面很亮啦，现在还是白天，只是风太大，那个就是可视距离变很短。有有有，枫树苗我刚刚有拿了，只是另外一种拿不到而已。不要出门哦，台风来不要出门，待在家，知道吗？欸，我有点想要，我有点想要去那个什么，就是垂钓小屋那边生火，然后在那边钓鱼。欸，可惜啊，对，鱼钩没有，鱼钩没有，没办法钓。我在想什么？我们去另外一间看一下好了。这里的房子好像都没有可以生火的。这间呢，看一下。这间也没有，而且这些我都搜寻过了。好，这个区块真的差不多了，我觉得。好，我们来拆，我们来拆椅子好了，怎么样？鱼钩可以自己做。哎，真的哎，我现在才知道。钩子。啊，不对不对不对，是。哎，对，这个还可以做那个哎。这个东西就是在树上拿的那个地衣，它可以拿来当那个敷料，避免感染。哦。好酷哦，可是我采的不够多。然后鱼钩我还是要有钩子，钩子没有拿到钩子。通常屋子外面工作台上面都有材料。屋子外面的工作台。好，看一下。如果你们出门的，如果你们台风天出门的话，大概就会像我现在这样，这种感觉。只是应该没那么恐怖啦。好吧，我乖乖在这边度过今天吧。我忘记了，回去看看，回去看看。好，那我们先睡，先睡，先睡。虽然不知道剩几小时的白天，不过应该剩不久了，所以睡起来一定是晚上。哦哦，雾散嘞，雾散了。不过这么晚，外面应该也看不到吧。哦，可以哦，我们可以移动。那我们回去吧。我们喝个水，然后回去。哎，根本不用点啊！还那个视野还蛮清楚的。哇，风还是很大。小跑步，小跑步，小跑步。我比较喜欢暴风雪还是台风天？我都不喜欢，我喜欢下雨，不喜欢台风。我最讨厌台风，风很大的时候，然后。窗户一直发出声音，很吵，咚咚咚咚咚，那感觉，那声音让别人感觉很不安呢，你们不觉得吗？还没，还没，我这个，我现在这个角色才活第三天，没错，大头，你好了解我。为什么你会知道？我讲过吗？其实消化网会怎样啊？哦，不能跑而已，走路也是变正常速度。真的假的？怎么可能？每部都看过啊！我的影片有1000多部哎、欸，你太强了！要看完应该要两个月、3个月才全部看得完吧？哦，这里好多忠实粉丝哦，有点
感动。好，你进去吧。21% 干化也太慢了吧。有工作台的抽屉我收过了。靠，等一下，这个钩子有保护色，完全看不到。我可以做鱼钩了。我可以去钓鱼了，酷。等一下，我忘记把煤灯给洗了。Yes， 太棒了，我可以钓鱼了，可以钓鱼了。哦，兴奋兴奋。地底生存是哦 ，underground。你感觉下雨很凉。好，我先6个小时睡个觉，先吃个东西睡个觉。我隔天要去那个钓鱼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哇，你们好疯狂啊！如果可以把我所有影片全部看完，那应该真的会蛮了解我的。太夸张了啦，太扯了！你比我自己还要了解自己。我食物大概整撑一天吧，不到一天，完蛋了！如果钓鱼钓不到的话，我就要饿死在这边了。好，我先睡觉。5个小时，其实有些影片很冗长真的没有必要全部看完啦、啊。影片太长的可以不用看没关系，看最新的就好了。有点感动好，我们去练一下生活好了，怎么样？这里练生活，生活也需要练习。柴火会带，我现在身上很多木再生木材。煮个水。OK， 我们时间来到了第4天，第三天过完了，我们来做个笔记吧。好，那我们休息一下。它可以取出那么多种东西哦，酷轨道很长你们知不知道啊？我要启程了，这有点挑战可是我不去的话，我没食物啊，怎么办？死了很烦浪费时间哦。人来追我，有凶。等，我走错地方了，有入我尸体，太棒了！我真的很害怕怎么办？走开！洞穴看起来就是个死路啊！冲！快冲啊！冲啊！冲去！冲去！